鞋子泰五咳嗽手机泰鞋子五腿腿动物公斤藏公斤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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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中国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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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了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所以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是为了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提高的我中文水平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我的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我的中文水平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我去中国是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我没有兴趣他还没有回家我着急死了他还没有回家我着急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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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我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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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了解中国的历史吗？你想了解中国的历史吗？你想了解中国的历史吗？你能叫我打麻将吗？他很喜欢做运动，特别是游泳。他很喜欢做运动，特别是游泳。今天晚上我会去跳舞或者看电脑电影。我爱看功夫电影。我爱看功夫电影。